嚟緊可能就係因為呢個 Randall Sam Forrest 呢單嘢咧，要真係逼到美國或者要放一啲嘅真真正正嘅 UFO 檔案，而嗰啲 UFO 檔案有可能係真係會令大家開始去接受，或者大家本來唔相信，都一定要相信有外星人存在，或者 UFO 佢真係會嚟到地球。呢一份就係一共13個 page。當時 Lin 所做的一個的 remote viewing 的 form， 全部都是最新公布出來的一些檔案，而是當時他做 remote viewing 拿到回來 的檔案，而這一堆檔案全部都是放在中央情報局去 release 出來的一個 file。 你記住當時是1986年，整件事的發生是在1980年，即是說6年之後軍部就找了 Lin 去做這個搖事，希望去研究一下究竟 Randall Sam Forrest 當時發生什麼事，究竟這個培植箱裡面有什麼呢，究竟這隻飛行器裡面是靠什麼去起飛呢，甚至為什麼這個培植箱甚至整個 Randall Sam Forrest 的事件可能是牽涉到人類的生死存亡。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，就上 MJ13show.com 以65蚊3个月订阅节目重温。